19日前被爆料与美国公司签下新的经纪约。根据外媒报道，山下智久为了拓展海外演艺事业，与威尔史密斯的公司签下经纪约。据传他向威尔史密斯透露，想在挑战新的事物，为后辈们打开新的道路，因此得到对方的认同和支持。山下智久近日到西班牙拍戏，两个多月期间全程没有带翻译，全靠自己用英文和外国团队沟通，展现自己进军世界的决心。对于山下智久与美国经纪公司的签约消息，所属社杰尼斯事务所表示，的确有和美国的公司签约，但签的不是传言的公司，而是另一间。未来将会规划山下智久在美加的演艺事业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